和小姨喝酒，小姨喝多了到处乱咬，为了防止她继续发疯，给她粘门上了。哎，滚出去呀！你妈让在家住的。我妈让你住的，你找我妈去。这女人的脸怎么善变得跟天气预报似的呢？无处可去，只能摇人。哎呦，我干啥？怪热的，行，你就先住这儿吧。这叙利亚战场啊，这。哎呀，这房子平常空着，也没人住，自己收拾收拾呗。那行吧。哎，我给你介绍的姐姐，你俩咋样了？你不说，我还要跟你说呢。讲那人谁吗？那是我奶的干姐妹的女儿，按辈分那管人叫小姨呢。这哪划来的大姐呀？那我哥前女友啊，这个以前我得叫人家嫂子。你管她叫嫂子，管我叫哥，我管她叫小姨，她管你叫妹，你这关系够乱，这山底人来的都捋不清楚啊。哎呀，那你俩不是没在一起吗？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呀？哎，那我还打算啥呀？那来都来了，就先找个工作呗。但是我跟你说啊，你这房子我住着，什么时候搬可不一定。小事小事。你想要房租可没有。好说好说啊。然后就1000块钱，没钱了。行了，没事你走吧。我走了，有事找我，没事也行。找了好几天工作也没找到，大城市不适合我，可能我也是时候回老家了。小伙儿，过来搭把手，撑不住了。哎呀，行啊，小伙子，瘦的跟鸡仔似的，挺有劲的。不是你们大城市都这么夸人呢？抽一根呢？不会，喝点呢？哎，对，那走进屋吃点水果。反胃。那你到底想干点啥呀？我想干啥？我想找工作呗。想干啥？那你正好我这有活，你跟我干呗。不是，我个大学专科毕业的大学生，我跟你在这干立功啊，闹呢。哥。以后我就是你狗腿子了啊！要这么的不行，给你炫一瓶的。我刚妹妹说啥呢？紫色很有韵味。他来了，他来了。给你买点啥呀？王超，跟我回家。谁跟你回家？你给我撵出来，你让我回就回啊！这个美女是？我叫小姨。你可不是我小姨啊！我不认识你，别攀关系啊！小姨呀、啊，你小子你那么不尊敬长辈呢？你怎么跟我小姨说话呢？你小姨，哎，主哥别搭理他，这以后别叫哥了，叫姨夫吧。那你没戏了啊？咋的呢？我差点给我自己当姨夫。说你回不回？我不都跟你说了不回不回吗？我妈让你回的。